结婚呢？那就快结呀！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我答应。水，水，好，喝水，喝水。我答应。那个静静，嗯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。嗯，问。你觉得，你做我女朋友，你累吗？不累啊，怎么突然问这个啊？那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追你的话，你会不会就不要我了？没发烧啊，怎么开始说胡话了？当然不会了。那就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立的 flag。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平时没见你那么宝贝我，在乎我，你今天说的话都不像你平时说的了，你怎么啦？受什么刺激啦？你可别得意啊！怎么样啊，这设计稿？总觉得差了点什么，缺了点帅气，又缺了点呆萌。哎呦，感觉遇到瓶颈了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就不错，你觉得呢？要不要在这个基础上再改改？爷爷，爷爷，您怎么样了？我们上医院去吧。不，不用了，我不想去医院。爷爷听话，我们去医院啊！我这心脏都做了两次搭桥了，不能再做手术了。去医院，也就是换张病床躺着。人老了，就怕去医院，万一要回不来，就变成孤魂野鬼了。爷爷，您别乱说。骨肉，静静，爷爷有话跟你俩说。这次集团危机，你俩齐心协力，共度难关。集团以后交到你们手上，爷爷放心。现在爷爷就只有一个心愿了。爷爷，您说。静静，你能答应我吗？爷爷，您说。我想抱重孙子。爷爷，我们还没结婚呢。那就快结呀！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我答应。水，水，好。喝水，喝水。我答应。爷爷，您嘴巴上抹了芡粉骗我们呢。爷爷，您怎么能拿这种事吓唬我们呢？你可是答应我的。您刚才骗我，我没答应。虽说我是骗的，我说的是这个理儿啊。现在你俩结婚办手续，在度蜜月，那最快也得一年以后我才能抱上重孙子吧。你想太远了。是吧？你看，万一这小子不争气，当年没让你怀上，我不又得再等一年吗？现在医生说了，年轻人压力大，怀孕几率太低。我
我好像想起来我公司还有事儿，爷爷您要是好了我就先走了，我好忙。你答应我的。我没有啊。哎呀，你乱说什么呢？什么叫我乱说呀？有本事你争点气呀。你这是为老不尊。我走了，爷爷再见。哎，怎么样，我演得不错吧？是，您演得相当不错，只是被揭穿了。揭穿怎么了？揭穿了我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，只能以后再说了。是，您这块老姜绝对辣。嗯，出去。爷爷刚才说了，你答应的事不能后悔，怎么办啊？我发现你俩真的是亲爷孙，装病这种事儿你用完了，他用，就逮着我欺负呢是吧？我说话可不算话啊，我才不要结婚呢，我事业才刚起步，更别提生宝宝了，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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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也没想到爷爷会玩这出，自从爷爷跟你熟了之后，我是越来越不认识他了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领教到了没？都这个点了，咱们直接回去吧，都下班了。都好久没回去看爸妈了，正好咱们忙完了，要不回去看看？行，走吧。走吧。啊，就这个包子就行。啊，真是家的味道啊。开心吗？开心。哟，李叔，静静和小顾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呦，他怎么瘦了呀？瘦了吗？好，回来了。哦，说你瘦了。哎呀，静静，小顾回来了。陈姐姐，哎呦，这大包小包的，不知道还以为是回门呢。差不多吧。哎呀，恭喜啊！哎，你看这两个人多般配呢。哎，顾叔叔，你有没有点好吃的呀？哦，来，这点糖都是你的了。看看你。满嘴蛀牙还吃糖，我告诉你奶奶去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哎，回来了，人家难得回来一趟。